Yo, doing all right there, bud? 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的中文很棒。哼，大哥，你也不用假装坚强。21世纪的男人想哭就哭吧。啊，谢谢谢谢，但是我真没事儿。你这个中文说得非常好，是在哪儿学的？哦，啊，成都。我看新闻，有个可怜人自杀了。哦，哎，那个货车司机真是让人心痛。自杀只是为了引起社会多一些的关注，是不是真的只有中国老百姓都敢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才能换来一个不用同归于尽的社会？不是不是，我说的是那个跳楼的护士是吧？奶奶。而且关键时刻监控录像又丢了。中国上医事件也实在是见怪不怪了。嗯，中国的医疗体制毕竟是以药养医的，所以医院要给你开起药来，简直像搞批发。不，在家乡政府没有补贴，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不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而是相对对立的紧张关系，彼此之间又缺乏信任。哎，我真心希望将来会有所改善。不不不不，你们都在说啥呀？谁还拿1年前的事出来说呢？我说的是成都49中坠楼事件，有一位中学生。Did I just hear someone say 成都？我操 ！I love me some 成都 diesel. I taught English there for 12 years. Easily the best nightlife in China. I tell you, there's this one club, Jellyfish. 啊哈，就知道你们美国要趁机挑拨我们人民与政府的关系。Ah, sorry, my dude, but I don't speak Chinese. 加拿大、澳大利亚，果然是美国的走狗 ，bra。Yo no hablo Latino, alright? Can you speak some English, por favor? Can you believe this guy? 这也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纯粹是想安慰一下这一位朋友。哦，谢谢，谢谢你们的好心。关你啥事儿呢？跟你没有嘛关系 ，OK？ 你们又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都是人啊，这毕竟是一条生命的消逝，我们只想表达一下哀悼。嗯，猫哭耗子假慈悲。Yo, homie.What's happening? Oh, 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No, I mean like what's going on? There is a Chinese boy. She jumped from a top of school building, kill herself. Oh, was it like transgender or something? 什么叫 trans? 哦，原来你英语这么好，就知道你和这些境外地铁势力是一伙的。我呀，我不不不不不，我连色级都没有通过。CIA 到底给你多少钱来挖我们的黑料呢？这样吧，我们出双倍，你给我们洗白。我操，国家形象是大事儿啊，千万不能让外人看笑话。好嘞，我。Everything is okay. Oh, wo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e, buddy?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happy. Our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And we are very safe. Oh, 还有啊，你跟他们说我们火箭有多么牛逼。And our rocket is very... 靠我站。靠我债呢。